来，终于登录好了，我等好久。等一下，要内建下载一下。那这边遇到一个小飞象，很可爱。啊，sorry，我再自己织好了。这种就是小飞象啊，那很像兔子哎。怎么都这么多人呢、啊？打饭也在这里，抽一个好了。清华没什么印象哎、欸，该不会又和服了吧？看一下，哇，他的武器非常的美啊！我现在看到这个武器，我就想要刀刃球的那个武器啊。秘境传说可以出来了，再来一个！哇，这也是时装造型呢。再来，武器呢？武器啊，不是啊，坐骑呢？好，我等下再组队看看好了。